气是中国创造的智慧成果，陕西努力做出积极贡献。现在厂内光影变幻，营造出一个充满科技色彩的未来世界。一个巨大的立体芯片造型呈现了出来。这个节目展现的是以陕西省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创造。节目当中创作的原型依托是被称作“秦创园”的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平台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，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，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。5G 时代来临，中华大地创新大潮涌动，美好的未来正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。